当年没有破的案子破掉，这个原因我更愿意相信。我抓了你，自然就能破了案子。没错，问题是，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？还是枪好用。罗探长，请吧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不远，乖乖的走，别动什么歪脑筋。中枪到现在还不到十天的时间，了不起？你觉得这算了不起啊？你会看到更了不起的。